它无花果几乎然后它会从下面的叶子旁边这里会一个叶子，嗯，好，正常一个叶子就会一颗果，嗯，那当然这是最，我们枝干是从这边开始慢慢往上长，嗯，所以它的果就从这边开始，从基部开始往上结，嗯。它是比较喜欢温湿热、温湿热的环境，但是水不能喝太多。是非常非常好的水，洁净的水。啊，整个水一喷雾出来以后，它整个无花果的果叶跟那个果皮，它整个就吸收。养鹅是让它吃杂草。无花果事实上它是有开花，只是它的花是包在里面的，对，所以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开花，然后就结果，所以它叫无花果。我们吃的果实事实上就吃它的花，而且是成千上万的花这样子。高兴啊！你的成熟度高啊，高兴。它这个屁股会有一点力，有一点力。那这颗，看一下。那有些客人哈，不了解无花果的客人，他会觉得说，收到的时候说，哎，屁股怎么裂掉？事实上，屁股裂掉的时候是最熟、最好吃的。看它生长的季节，如果它是在冬天前，嗯，冬天前它就长出来的话，嗯，出来就五六月才，那个属于下果。那如果它是过完年之后，二月之后才长出来的，就会到了那个八九月才，那就变秋天的果。无花果它的皮很薄，嗯，它容易受伤。它容易冻坏，尤其它下雨的时候，它就被雨淋到的时候，就整颗腐烂掉。因为它爱娇贵，就是表示它不容易存放，不容易跌跌撞撞的东西，给它跌到了、撞到了，所以它受伤力很高，那种东西最昂贵。无花果来做餐厅来做菜，是对农民一个相当相当好的一个太阳。这无花果对于法国料理来说，很常常把它拿来做任何一种可以使用的料理，前菜啦、沙拉啦，或是搭配肉类。海鲜，甚至作于甜点，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果。小姐，很欢迎你到果园来参观呐，啊！我随手摘了几个无花果，就现摘的、现采的啊，让你带回去吃吃看。谢谢。无花果好吃啊！